第四课，厨房，厨房，厨房。餐厅，餐厅。客厅，客厅。卫生间，卫生间。厕所，厕所。窗户，窗户。墙，墙。沙发，沙发。镜子，镜子。家具，家具。毛巾，毛巾。牙膏，牙膏。袜子，袜子。眼镜，眼镜。盒子，盒子。塑料袋，塑料袋。钥匙，钥匙。垃圾桶，垃圾桶。刀，刀。勺子，勺子。工具，工具。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课程，欢迎来 XM Mandarin 中文学校，我在那里等你。我们下次再见吧，再见。